你这都算少的呀，你这在精神病院一天我们都得休七八十，他里头800多个人，那可不，那人要休吗？那就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脚这块子长得跟山包似的，不让休咋整啊？ 他精神不正常，他现在是属于正常的状态，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不正常啊。精神病院人贼听话，就那医生让他干啥就干啥。那你们去给他整收拾去，骂不骂？不骂。可好了，他不犯病的时候很正常，犯病的时候他也不能给他休啊。对。嗯。 挺厚的，我的天！怎么没有脚趾盖了？这底下全是甲床。是啊。嗯。那你那儿你都在农安吗？嗯。你家孩子啊，在农安。农安呢？那也方便。嗯。两家的，我家是。两家子的呀，那很近。嗯。 两家子，这老伴儿呢？老伴儿离婚了。啊、哦，自己。嗯、这也挺好，你在这边没啥负担。都是。50多岁。谁有刀剪子？警察能告我吗？刀剪子。主要是刀片呢，一会儿这修完脚的刀片，这好好扔啊。 检过呀，我扔了，我都不知道。这总检查吗？总检查，总检查，检查几年？不能，这养老院这个地方不能有一丝丝的危险。嗯。你今年60几了？我呀，我不到60呢，58。嗯。 58还好时候呢啊！那就这几年成，那几年可得，这好走多的票，这几年都不行，连看看就是。那是每个人，每个年龄段想法不一样啊。咱58岁，58好时候。<笑>好时候，然后80来岁的，好时候呢？对，在你们眼里，我们这是属于好时候。 大我们半个世纪。嗯。啥都能干呢，哪都能走。你们这个时候也是好时候。谁会当个时候？我们真的，就我们这代人绝对活不到你这个岁数。嗯。没。打电话。就你们这代人瞎活的。没修。哎，就一个。就一个了。 我告诉你，他都没吃饭呢，啊？妈妈也上火呢。没有，妈妈就一个，真的都是。够了。这孩子吃的好呢。我过桌了，饭我饿了。他都没吃饭呢，他俩早上都没吃。<笑>又咱俩干快餐了。你吃饭了吗？ 吃，这是奶吃，你不带走。<笑>他还能给你做饭。你给我那老板，你让他坐过来坐。早上都不吃饭。
再见。